三星百里守约。给我一个目标，还你一片。S3.5 上线金铲铲，你一定要玩劲，这是我认为云顶最强的劲。你那至高天也能叫劲？无论是暗星劲还是狙神劲，都猛的一匹，一枪70000的伤害，一整局高达120000的伤害，就问谁能顶住。我这局还没咋凑暗星，只凑了4狙神，听说暗星加狙神能把我身份证号打出来，有机会一定要试一把。不过我这局还是有一个好东西的，那就是狙神专精装精准聚集，每过3秒下一次攻击提升50%，所以刚刚的那第4枪才会有那么高的伤害。装备你就像我这么给，这赛季之前是有复活甲的，现在也变成夜刃了，羁绊要么4狙神要么高暗星，我愿称三星劲为最强三星四垃圾。妖人是吧，还把我三星劲摇过去了，臭不要脸。我现在六脏则拉丝，我还有一个复制器，只要在一风说土有一风人，进场或刷个进，这么多人怎么打呀，太油腻。难道说真是下我的力量吧，太油腻。真是下三星泽拉斯已经就位，Cheat!